哦，高兴先爸妈，以后就在日本过逍遥日子啊。嗯啊，想不到把这段时间拢在日本，替妈准备要先开迄货流公司啊。哎，才无转来，你实在手够温暖呢。哎呦，那是因为哦，这个代志伤过乱啊，我才叫伊留在日本，先莫转来，先把日本的业务哦，拢处理好再搁讲啊。哦，常温暖温暖哦，真正有够无意思。啊，是我叫伊先莫讲的啊，我就想讲，咱代志处理差不多啊，再来算。哦，而且吼，我想你这个商场女强人一定有暗中下指导棋呵。哎呀，你哦，莫有别乱讲啊！恁爸哦，那就有商业头脑哎，那只是以前哦，无机会当发挥尔。嘛，别当安尼讲啊！我感觉爸哦，发挥也真好。啊，讲起来哦，拢是咱的翁上赞，对无？哈？无咧，根本是外口小王较赞。嗯哼，嗯，啊，即马日本的货流公司甲咱基丁的渔产网购合并，啊，拢顺利到差不多啊。啊，我去做执行长啊，天雷哦，你交好令啊，你，嗯，你爱甲英威给到啥工？我知。我唔嘛。阿妹，阿妹，好佳哉！你还袂去机场啦？我拄好去迄司机哦，用上紧的速度甲我赶过来呢。你唔是去处理要找的代志，哪会专工走来啊？啊，即马迄边处理了安怎？无法度处理啊啦！迄个买主哦，安尼神神秘秘，我拢找无人。昨哦，我过去看卖嘞，迄外口哦拢包起来，敢咧装潢。买迄间厝，佫会开钱去装潢，实在足奇怪呢。嗯，本来想讲哦，会当顺利甲厝买转来，结果还是无采工。阿无，你甲我做伙去日本啊？我会当做伙做行李。我才无亲像你咧，才尔爱做行李。啊，我即摆哦，敢若希望会当平平静静过日子啦，所以我拍算伫咧附近买一间较细间的厝。啊，若有时间哦，会得当去附近行行看看的。非常你着即摆无需要我操烦啊。嘛是啊。我即马哦，嘛甲天雷交予应辉去处理啊，啊，咱拢会当放下。看着你甲德胜哦，真正有够悲观嘞。嗯，啊，你嘛会用啊，你达滴哦过你美满人生。我即马哦，敢若想着，我以后会当常常伫咧基丁的海边啊散步，我就感觉足满足的啊。是啊。啊，你若是要伫附近买厝啊，哎呀，就会当去海边啊，行行散步啊，啊，顺便去附近踅踅，啊，看莫迪卡有啥物新的发现。嗯，啊，去海边啊，踅踅日头遐大，是有啥物发现啊？美人鱼哦。嗯，对我来讲，就要等阿妹家己去发现。真正听无你咧讲啥嘞？哎，时间差不多啊，紧紧紧。哦，行啦，我送你去机场。好。阿妹啦，我即摆人伫咧夏威夷，看到遮个人真热情，我着咧想，你若是穿草裙跳舞，会是啥物款啊？想着，看到爱笑。我即摆伫咧南极喂企鹅，这是我甲企鹅的合照，真正是袂当有一点点污染，所以连去变数都袂用着。我真正无骗你哦，要求存进前。导游都甲阮警告，规工拢袂当去变数。好佳哉你无来，也若无，我无可能就做咧。冰岛的雪很壮观，我看到极光，极光的变化，好真感动。都参照你同款水，大自然真的让人感叹。也毋过，想说不管我看到啥，我拢会想着你。嘛唔知影阿布拉即马伫个倒一个国家，讲起来真足奇怪，竟然有两个人生了一模一样，而且拢叫我拄着，敢讲这都是阮的缘分？
在迄当阵，阮在大的时阵，状况甲伊模一样。这个不要了，我们换新的。去真好看，一方面可以挡住墙上的破损，一方面增添喜气，更像新婚夫妻住的房间。是啊，你看。阿斌。Oh, wow.